谢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新专辑的推出。对，我觉得是大人的感叹，但里面也希望可以帮大家找回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那个小孩子。我刚刚其实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看到外面这个小孩，然后啊，就突然自己有一股感动涌上来，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因为生活嘛，那把很多事情都要就是装得很强大，对对。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心理脆弱，还要别人照顾啊，或是安慰的一些部分。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张专辑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些力量。对，你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共存的这个希望传达的意念好吗？对，这个其实是在我刚刚开始去做这张专辑，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想要讲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每个人的快乐跟不快乐。那那个时候就看到一个纪录片，它是讲一个就是一个在日本的森林叫青木园的，那个森林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会到那边，就是可能想要了解自己的生命。然后反正他后面就是一个管理员，他就讲了一番话，我觉得很震撼的。他就是说，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复杂。然后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们自己很孤独啊，没有人可以帮到我们。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要走出我们一些难关啊，一些困局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学会怎么样跟身边的人或是其他人去共存，然后怎么样去彼此照顾。我看了这个之后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讲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在这么繁忙的生活当中要传达这类型的讯息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困难的，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那个本我还是可以被唤醒的，所以我就尽自己的一个小努力咯。在 Legacy 的两场的演出，就是22跟23号。那我其实应该后面有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在台北演出，因为后面有其他地区的工作，那所以我也很珍惜这个演出这个机会。对。